降捞那个。，boss，妈，我快没抽过了，boss。然后呢？要不我上一样的点吗？我们这后面太久了，擦了。可以啊，好像好看就对了。好看吗？我今天看我研你究，看这是什么？你可以复制你的契机等到这边，但是，我感觉这不好，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直接我直接创新角升到120的，那你就契机等着你创的新角，你新角到契机等，等于说你到时候把你这角的契机等用完，你还要再另外一个契机等，那其实没差，因为你先把这角的契机等用完，那你主要还是要玩主上，那你现在需要这角再利用它来搬的钱到你的这角这。对啊，契机点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现在是好。我的意思说，假如你的角色跟我要120级的时候，你再创一只女角色，你女角就是120级以是上。这样哦，我都不知道可以这然后样。可是你现在只有70级等，你就先不要去玩那只女角，因为等于说你现在如果去对这女角花钱的话，那你到时候还是把它删掉。你到时候再创一只，因为你要复制你的等级到这边。所以两个，所以代表我最后看一个黑人，一个女人，然后两个人都去低等。那这样很好啊。现在是很好啊，我说你现在先不要对这女的花钱呐、哦，你就说你到时候你的黑人到120，你才能再把这女的砍掉，再创一次这个女的样子的脸，然后也是120等啊，不用再练了。更不能买衣服、哦，你可以买衣服，你可以花小钱啊。对啊，就花小钱，我就只要买衣服。我刚刚跟你说我只要买衣服，就先我这边看，确认你要买衣服就买下去。是吗？就是，对啊，是啊，当然是啊。那看完了，我知道你先试啊。你的角色有多高啊？你怎么看？my god，好丑！你唱好了？无大战？你可以肤色超白吗？我要超白肤。哥，能不能跟你那个另外那只叫大藏啊？大藏其实跟我这女长得一样。没有说到肤色跟我这女长得一样。我要最白，我要最白，绝对不要黑。China top club top，都顶尖的，顶尖。你让我干嘛？还有什么一路遗传这种烂东西？乐色，说没错啊，其实乐色啊，就您不用搞遗传，我也不能说是丑逼啊，他就是要意思就是说遗传啊，反正我跟你说，我巨蟹就是要、啊、真实的感觉，懂我在说什么吗？是，那遗传什么人遗传出来都是那么丑嘛？没有那么丑啊，就是他这些东西跟你说清楚，是巨蟹啊，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巨蟹喜欢多此一举，叫东西还要用，可以这么说，但是巨蟹其实蛮。叫个东西还要用手机的嘞，觉得其实还蛮复杂的。是啊，建林不用管什么遗传，他把脚捏到一个漂亮到不行，你知道吗？就是啊，漂亮看到他色，你知道？他腿嘛，就长屌模。是不是要去贴搞个遗传，要搞得人的遗憾，然后嘞长那么丑？我觉得就这样子，女生其实没有长很漂亮。真的是这样子啊！有些化妆很好，我感觉今天很真实。可是你要化妆吗？一定要！我等下上网给你看，等下上网我拍张照给你看，化妆我拍照给你看，超屌的。他那化妆，那阿南妆不？对，阿南妆是屎啊！我再画给你看。我是昨天晚上我2点的3点才睡，我现在床上。你账号女的？对啊。那你最后开大账了？有，我开大账，我也把他女的整形成像我一样。大家长超丑。那个女的看起来捏过吗？看起来是跟我。
帮我改黑色的、啊。对，阿南他把他的脸改太红了，那很 gay， 对不对？用最白，用最白。来了。阿南之后把他的脸改太红了，对不对？就像一桶小丸子这样，两撮红红在这里，超蠢。我现在头发，你什么头发？啊，你没有打给我狗屁。你要什么头发？你现在都选黑很猛吗？对不对？你要看，看你画面。随便啊，反正大家就知道，好像就没，现在就没对。喝脚拉马。你这是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喝脚拉马吗？啊？你要喝脚拉马？不会。那要找谁？脚拉马那已经好像没了吗？除非你们有人上在没有，我现在才会走。哦，所以等一下出去直接空地了。对啊。是大家都找拉玛，黑人去找拉玛，大家都找拉玛，大家找拉玛呗。
可不懂我拉玛不是超级有点小一个小头头吗？那你找他呢？找富兰克林不是更好？富兰克林比拉玛换的富兰克林还要大很多好不好？是吗？拉玛、欸，那我不是直接当一个头车去了吗？我手枪哎、欸，这边。Not much I can do over here, boss. There's no rides in the garage. Let's not pussyfoot around. I know who you are. I know what you're into. We put up a property on Maze Bank foreclosures, and you're just the kind of tenant we want taking it. You'll be starting an underground operation in more ways than one. Log on, click buy, and we're in business. Hey man, y'all ain't the first person I come to, or the second, or the sixth. But opportunity's knocking right now, and opportunity's name is LD. Come on over to Benny's Original Motor Works and I'll lay it out for you. Your murder has to be both unsolved and gruesome. In a town full of alien spots, adults dressed as zombies, and entertainers dressed as cartoon characters, it takes something really awful to really catch people.